你怎么好像抹布哦？拖把？那么对，拖把。他洗澡蛮乖的。对啊，他刚刚吃饱也很乖啊。而且你会笑哎，你不像多比。快点快点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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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呐！多比快点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这个要去洗澡。你今天要陪这个去洗澡，陪他而已啦，你没有要洗啦。这个已经两个礼拜没洗澡了，有点臭臭的。这个还傻傻的以为要去哪里玩。多比，你平常不是都会跑第一吗？你是不是发现了？感觉你好像越走越慢。快点哦，走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多比啊，你不要离。哎，多比，走了，走了。多比进去。哎，躲避过来，比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们两个反应怎么那么差那么多？躲避人今天来陪洗的。他以为还要洗。对，哎哎哎，过来过来，躲避，娘子，头要被夹到了。这个的那个毛蛮多打结的。对，他现在跟一个抹布一样，而且他的那个下巴都臭臭的，可能还没有摸完，摸到全部。走吧，多比啊，你要不要来玩一下？多比，紧张什么啦？哦，这个，他现在几岁？他2岁。那差不多哎，他也是2岁，都是小幼幼。好了，多比现在想着怎么逃跑。哎，你怎么在这边大便啊？你怎么来在这边大便？是怎样紧张到大便？没有，我们还没有要走。我们今天要陪这个洗澡，陪他而已，你放心。你不要看牵绳，我没有要拿牵绳给你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叫有没有用？他家要在这里吗？他等一下会跟我在这边拍一下片，然后我再带他离开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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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两只都冷静了吗？你要用手。多比就高了，多比你的毛色怎么那么黄啊？这个，走吧。哇，这个重击！他跟我一样高了，我算。哎，好的，我们先走。哎，你自己要进来哦。他好像没有那么抗拒。对啊，他洗的比多比久，他还不怕。对啊。多比是洗一下子而已。多比都一直臭脸。对啊。他应该很多打结。我前几天带他去玩，然后想说要来洗澡，就不输了。但他打结就是要这样输。对啊，就是慢慢让他输。我都超怕会输到他痛。是不会啦，因为你是输在结上，不是输在皮肤上。哦。然后他那个下巴的毛，他可以剪断，这可以可以剪到贴啊。不然他现在下巴都有一个抹布的味道。不会有擦了，但没办法，现在就是一个打结的地毯抹布。哎，多比眼进来了，多比，你放心啊。他通常洗完，这样洗完要洗多久？他应该要4个小时。4个，因为有打结，对，比萨摩耶还久，而且他的毛很容易就会自己卷回来。勉勉强强。我再找看看来。好像有点小，有点短。那
不要，我们没有洗澡，试一下浴袍而已，不用担心。有哎，这个很大，这个有在卖的吗？这个可以，几乎可以接受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是之前那个厨子的。影片播出去，大家都来要。可以。可以，好可爱哦。今天很早，你要穿。你洗一下澡啊。今天给人家看一下。哎，你怎么屁股有点大？没有啊，本来就这样。对啊，耶，出浴了。可以啊，豆皮。这样可以耶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可以哦、喔，这样以后出去下雨，回来可以用这个擦干。哎，可以。对啊。这一个，你看你下水之后变什么样子？终于要洗抹布了。那这莲蓬头还可以按摩哎。洗澡蛮乖的。对啊，他刚刚说我也很乖啊。而且你会笑哎，你不像多比。你干嘛？你叫什么？他找他们，他被来太大力，然后他生气，然后他太生气。他每次都这样啊。那边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洗澡啊。你这边玩你的，不管人家。哇塞，这个毛。对啊。可是他的毛比萨摩耶好冲，萨摩耶的有防水毛，对，超难弄的。你怎么好像抹布哦？拖把，那么对拖把。他在这里都不会像下一次啊，下一次确定他自己不会洗澡，他在。Hi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i。拍死了。可是你越凶，我越觉得你很可爱。豆皮，我们现在来接这个。哇，这个从一点洗到现在六点半了，洗了五个半小时。哎，豆皮啊，不是啦，你怎么直接略过？你要接你的朋友。豆皮，这个嘞？哎，你掉头，真是没品哎。那好歹在我们这边住一个多礼拜，一个多月。哇塞，怎么换一只狗了？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又打结了，你等一下又打结了。这个，好了，好来，我们冷静。哇，你变得好蓬哦，我今天回去要好好的维持。加油！在睡觉，哎，天哪！好了，等一下又打结了。我回去梳不开，没有人洗完澡这样子的了，没有啊，这一个，他几岁啊？两岁。你要不要玩多比的毛？他超讨厌萨摩耶，他萨摩耶会生气。好吧，那算了。多比应该还好，他很讨厌那个萨摩耶的小幼犬，因为小幼犬都是吵架。哦，会一直弄。那多比应该不错。没有，多比现在跟小幼犬一样，心智年龄跟幼犬一样。哇，你很漂亮哎，你可以摸吗？啊，跑走。多比，你干嘛？
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有人带猫，他就会跑到人家帐篷故意整天，哪里都不去，就坐到人家帐篷前面。拜拜。等一下，我拉不动，我手机要掉。我等一下，我手机要掉了啦。好了，你们好冷啦。你还没吃饭，你现在就想要吃零食？我没有零食，我零食先收起来了。你不能用假你的，回去吃饭才能给你零食了。哎，这个洗好澡你就把它弄脏，你很烦。你不要去弄人家，人家刚洗好澡啊！多比，好了。